谢前辈夸奖，回去和爷爷报告吧。 多亏了你为我治疗，帮了我很多呢。 Thank you.
到我了。你的事说起来有些好笑，但本山神不知道我不在的日子里，你就跟我回烈风谷瞧瞧吧。好的。这次做的也不错。这些不也是老鼠？不是的，老大，我们跟你……那怎么被欺负了？是这样的，老大，他们说我们只会打架，不动脑子，就和我们下棋。他们说的话可难听了，我要揍他们！他们不知道哪里搞来一本棋谱，天天研究。老大，你可要……哼！月丫头，这就是我的试炼题目了，帮我找一本厉害的棋谱，一定要在下。嘿，老大威武！好，棋谱。卢龙府往来商人众多，去那里看看吧。最近黎明怎么这么多？哎呀，总算了了你。不别中了吧你。美貌也是一种罪过呢。我带这个好看的。波尔冰糖队，大唐
这贵呢。你喜欢就买。哎，我的著述近乎完美，可惜还是有所欠缺。相公，我带这个远道而来，竟伤重至此，药材被天师们买走了大半。小龙包，玉天竟有如此神奇之处，日后若是有难，本店自开张以来，想投诚信。反正这两天小宝已经消停了。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城外大营遭强敌毁坏，正是急缺人整修之际，竟有五个小兔崽子敢偷懒耍滑。还是客栈的床舒服，一觉睡醒神清气爽。谢天谢地，可算是走了，多亏您了。世间竟有如此神奇之处，日后若是有暇，定要去瞧瞧。真香，真香！早晚小命得交的，只怪我爹没给我取个好名。趁没人注意，找个地方松快松快，还能看两眼大姑娘。我得再活活笑笑。美貌。我日，富有富，穷有穷。儿子，你娘舅那孩子身世可怜，我家要是真的……富老板家的。打扰了，啊！只要你能答对我题，哎，今天啊，怎么样，姑娘？我试试吧。好，第一问。错喽，姑娘练练再。怎么样？我试试吧。好，第一问。错喽，怎么样？我试试吧。好，第一问，答。错喽，怎么样？我试试吧。好，第一问，答对。错喽，怎么样？我是
好，第一问，答。不错，我们这里的啊，忘忧。毕竟我是。错喽，姑娘，怎么样？我是。好，第一问，答。不错，我们这里的啊，忘忧清乐。这。毕竟我是卖。都答对了。嗯。这一本让他们读透就行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哎呦，这年头啊，借钱不还。我们干咸菜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。啊，怎么换模组了？摸一摸呀，这看着就美味了，酱烧了起码能吃半年。谁还在敢偷懒犯浑？哎，老大，月丫头，那可要好好看。哎，谢谢老大，哎，谢谢月姑娘。嗯，不用谢。好了。也完成我的试炼了，回。与玉林心意相同，互相信任。祖师与玉林一道的造诣已及巅峰，后人实难望其项背啊！啊，巧玲，嗯，你真的，一颗灵果。普通的灵果就可以了。嗯，行吧，反正他不管去哪。巧玲。嗯。好，你通过了试炼。现在，我便将火仙兽志交予你。去做你觉得正确之事吧。月姑娘，小五兄弟，我们来了。见过月掌门。月掌门，叫我阿尤就可以了。嗯，好。
你们也和青叔一起去是吧？此为火仙兽所在地。以前有名明术弟子游历至东极蓝渊时遇到过这种仙兽。东极蓝渊是在东海的那个深渊吗？可火仙兽怎么会住在海里？不清楚，不过根据记载，东极蓝渊有许多漩涡，虽然看着不大，但受不明灵力的影响吸力极强，一旦卷入难以脱身。幸而当年那名明术弟子有风雨灵相助，最后才能拼命脱离漩涡。不过也是由此契机，才偶然窥见火仙兽的存在。哼，明明是火仙兽，却躲在海底，妙啊，比我还会藏。前辈，你有办法应付海底漩涡吗？这还不简单，控水的事难不倒我。小家伙，到时候你可莫要拖本山神的后腿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努力帮助大家。那我们出发了。一切小心为上。